四百或者是住宿部，其实都没有关系。但是这次因为房租涨价，这些都获利。但是我最简单的一个话题就是好，我还是重提过去的数字，我们的房屋税有417个缴税的单位，不管是法人或自然人，负担了1/2的房屋税。所以说，这417个缴税的单位，如果调降的话，我们总共房屋税去年收了71亿，那1/2就是14亿左右，14亿左右，14亿了。那14亿的这14亿，坦白讲，都是有417户的贡献。那417户这些降以后，这个部分就降很多。三位议员报告就是说，我们对于单一自住的这个房屋的拥有者，我们会调低他的税率。至于调整1.2调成1，或1.2要调成1以下，这部分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考虑。但最重要是照顾单一自住的这个市民。但是对于拥有3户以上的这个市民的人，不管是自然人或法人，其实他们很大的目的是要投资，不要讲投机了，大部分的目的是要投资，所以基于这样投资，他就应该有所得，就应该付出更高的税，所以适度的调高。至于调多高，我觉得是希望以3到3.6为目标来努力。那至于支不支持，要看各位议员，各位先进，事实上能够帮忙大多数的这个市民，而不要帮忙大部分的支持。